来这啥物件？有钱啊！有钱呢！有，一支，一支。哦，好，好，变嘛，变嘛，变嘛，收身者，收身。好啦，我。这箱好贵啊！这箱啊，擦窗的啊，擦窗的。我一定后边那款。好啦，我明天没用钱。来，上。可不可以给你这一人啊分送？哎，没关系啦。郑姓祖先哈，他绰号叫做钟哥，啊，他在这个集团都在大高雄地区哈，从事一些不法的活动。进行一些暴力犯罪，当然他这个钟哥，他经常性的利用他旗下的小弟啊进行贷款，或者是说办门号啊来谋取他这个相关的一个利益。那当然他榨干他的小弟之后啊，又用诱惑未卜的方式啊吸收这个小弟当成旗下的一个成员，在进行对被害人的一些不法施政。啊，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钟哥他曾经他的一个小弟叫阿龙的哈，他曾经跟一个马山集团这个部分有纠纷，那也被马山集团这个部分把他带领到屏东地区哈，就强压啊，并且对这个阿龙开枪，那所幸哈这个阿龙也捡回了一命哈，那当然这个相对的一个纠纷在啊，所以马山集团在之前也被我们收捕，也都目前都在羁押当中。这一次的一个案件就针对钟哥这一个不法集团来进行具体逮捕。